your own.秀不秀不知道了，但是我觉得一而已啊，就这样的。基本上游戏不卡的话，就这种基本操作我还是做得来的。这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延迟，所以我连普攻都无法。哎，刚刚太卡，我把它关掉。好哦，我也是啊，等一下就要去忙，想要赶快玩一玩。没想到你们看不到 Life 的操作，看一下重播吧。没事啊，你要上班就赶快上班。牙叔一直很想杀我，因为他做了很蠢的事情，就是跑到冰堆来，这个低级错误啊！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上路居然从上面跑到中路来，我们的盲网完全没有看到。好，我们的 AD 回家，好，算了。没事啦，我都觉得他们这样的反应很正常，反正毕竟他救了我们嘛，我们还是要感谢他。有没有看到敌人就算了，然后他回来先吃蓝，那蛮王在吃蓝嘛，等下去河道他又被杀了，他不先去河道那种拱拱。哦，这个亚叔不敢，他才有四等呢，那机器人来帮他真是有点蠢。这里的话我不应该过去，因为蛮王已经没战力了，所以我就想说就把机器人头换掉了，但是还是死了。还是死了，没办法。那个其他两只状态太好，我没有操作空间了。你要上班注意自己注意时间啊！哦，我是还来得及。也对，反正平常都在翘班的。就是牙膏就很顺进去鸟那边，我真的是快笑死。他不进去，他还有机会跟黑人反打哦。他就顺进去了，他是闪进去的嘛？他这边没有闪现，然后还在那边装逼等果汁，他以为这样我抓不到他。虽然双一没有绑到他啦，但是我那个 Q 可以跟着他那一瞬间飞过去，笨笨的。那种该跑就赶快跳走，他马上跳走我都追不到，他留那个距离就是要让我飞他。没有他，因为他太想操作，就是很奇怪的亚速了，嗯。然后机器人也是，两边的机器人也是呵呵很有趣。
反正你们对到伊瑞利亚，他的被动叠满的时候，就真的不要跟他这边平 A， 那个平 A 很痛。我一件，当我装备只有一件长剑的时候，一下都是100多哎，而且是双属性伤害，有魔攻有物攻的，就几乎打裸伤啊。所以被动满的时候不要跟他互 A， 没有意义。换血定输，这猴子也是很好笑。这以后我们都可以假装怕他一下，我在等那个大绝的 CD 啊。那好像不用了，对啊，这个击杀不用了。哦，双蟹一起吃，就是你要绕着圈圈走。让小河蟹跟大河蟹一起在那个圈圈里面，让他回血了，可惜。那不是以前的伊瑞利亚，那以前伊瑞利亚他那个放出去不是那个尖尖的那个刀吗？那个刀还可以让人无法普攻。如果是以前那种新版的伊瑞利亚，哇，那时候那个才抢好吗？撞在刀上面的人是在罚站。就应该去补妆啊，但是队友一直在寻找猎物，尤其是机器人很好笑啊，就一直走来走去，我也不懂他到底要干嘛。猫王真是疯狗了，看到人就想上，他都没有看到旁边有人吗？二打二，我配这个猫王不一定会赢，因为他只有一件陨落。我看他的装备很烂，所以我不想跟他一起打人。嗯。亚瑟给我绕圈圈呢。你看，他就下路然后就死了。嗯，不管对方男的女的哦，往往就这样，怒气一来，谁都挡不了。
那机器人是蠢蠢的，他抓到他，然后呢？虽然牙膏只有一个陨落了。好，十分钟，我们已经三件套办，这场就那个一哲有点不配合啊，能赢的，其实早就能赢了，只是他一直在杀，杀到那一路。换这次来吃龙，然后就推一推就赢了，这15分钟内一定解决的，能一直拖到19分钟。好，心急的，这时候做一件很蠢的事情，就是他吃我的蓝，唉。来出时光，其实他玩心急的，你就直接面具，或者是小的面具配冰杖就好了，那就很好用了。出时光，古代人了。对啊，时光是可以多存活啊，但是前面就很虚弱啊。你还不如用你的 Q 技能配面具去烧人，穿透烧一烧多好用啊！他们都被那个伊德瑞尔，我们的伊德瑞尔捡走了。你看叫不动啊，那两个人上头了，然后心悸的死掉，然后人也没杀到。吃巴龙啊，其实人越多越好，那个巴龙的伤害会越低。所以我会，就是有巴龙都会一直叫他们来，就是因为人越多，他那个debuff 那个效果会平均分摊呢、啊。吃巴龙这边周围绕啊，然后他巴龙其实会看要攻击的那个人嘛，啊，你就这样一直绕，他就一直重置，一直重置，就人越多越好。那一直热就想要一直杀人嘛，哎。
好哦，拜拜，出门小心啊。忙我没开大，唉。我其实这边就吃云骨龙就好，但是他们就一直想打架，菜鸡无所谓，我自己吃。可恶，放我回家，哦，这个在卡。